你戴口罩就是不尊重我们。哎呀，我戴下面，这下面。你几点到了？我看一下哈，我昨天就到了。昨天就到了。好点了没有？肺有问题，跟胃有问题，肺、胃干，三个问题。哎，爸爸要的。你这眼中都没有我了。痛，搞不得，搞不得。你这眼中都没有我了。我不敢抱你、啊。不敢抱。你这也可以抱一下。要不然在家里闷香。哎，又见面了。我刚才还发信息给你，是吗？你不回我？哎，怎么在用的呢？没办法。这样啊。我们就是那里，记得没看到我们。我看到啊，我特意的发给你，你看。他还说他看到，我说我看到你，然后你年轻的时候，二哥，看到你们在那边呢、你是不是从那里出来？好黑，突然发现这里好亮。对，没错了，一点都不错。一眼就看到，光哥一看到这里，永远就这一身。哎，说一下昨天怎么回事，让我看到那个视频，我心疼了很久。你还发了个视频关注，看现在就是啊，我要好朋友的吧，好兄弟吧，最好是你们。你们把就卖过，不用把了，好的了。要哪天要打？还好，以后要多多注意身体。你看你身体太瘦了，肯定要熬夜太多，不好了。以后跟你学养生，肯定了。你看，我跟他一样肥。会不会说话？一下把天聊死，你会不说话？是吧？身体这是事实。这个身体最重要，你觉得对不对？那个丫头哥每次经常就是说，他现在好多了，他应该胃好了。他跟我讲他胃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做自媒体的这帮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，特别是这个身体，特别是光哥，我无所谓，我的身体基本上我都很会保养，很少会熬夜，十点钟左右我就睡了。没事，拍自动字幕，自动生成的，啊，随便他说多少话，啊好，我尽量。那我们回酒店休息一下吧，我休息一下，我要干嘛？我刚才去游泳了一下，哪有啊？你带泳衣了吗？有啊，上面有。我是问你一下，我不敢去。还有雨衣没有泳衣吧？有的有的，是穿雨衣的吧？有的卖。哪里有的卖？我要去买。有啊，那比基尼去的。谢达姆，你这样穿，光哥也跟着去的吧？走，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要吃点东西。那你先吃，拜拜。那你先吃，拜拜。拜拜。光哥，光哥，拜拜啊！我太可惜了。你心疼了他。失落，看到他真是有没有一种失恋的感觉？没有成就感，没有成就感，没看到他过来。我转达给他啊。好，光哥加油啊！等会儿咱们晚上见啊。对呀，阿峰，哎，阿峰，哎，你在第几排？我在22排。你呢？你是不是小乔妹妹啊？峰哥。峰峰。哎，好多设备哦，你看。我是峰峰的妻子啊，峰峰很遗憾今天无法到达现场，所以由我今天
代替他领到这份荣誉。感谢大家对公公的支持，谢谢所有支持公公的家人、朋友、粉丝们，特别感谢公战队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公公有这样的荣誉，你们有很大的，我有点紧张，你们有很大一部分的帮助，感谢大家，感恩有你们，谢谢，加油，也感恩你们，谢谢。好的，再次感谢两位，请台下稍事休息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冠军西瓜视频音乐创作人亮声。确实，今年是我第三年来参加我们的西瓜 play 的活动了。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能领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，我觉得自己真的特别的幸运。感谢我们西瓜视频给亮声这样的平台来展现自己，也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我、陪伴我的我们的家人们，还有我的父母，感谢感谢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亮声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一路歌声常伴，一路前行。谢谢大家。亚军农村四哥，季军土家小木，让我们有请他们荣耀登场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荣誉嘉宾，东方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周海涛先生，有请。请吹口琴的小圆圆和刘立明，掌声欢迎。掌声。峰峰，他叫你上去打个碟了，好了，那个碟的。闪电啦、大家都买一套回去吧。好抱歉啦。